转圈圈不是敲门敲下整个厕所吗？哎呀，有东西啊，吓人了！哎呀，我这下子出现了！哎呀，我真吓人啊！哇，还没拿到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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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嘿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战神瑞克。那今天做我们的挑战时间，那这一次是都市传说，刚好就是农历七月了，对不对啊？我相信你们会讲，哎，都市传说好聊啦。都市传说这个款待已经好了。哎，回来嘞，看味道嘞，看。那好了，今天我要挑战就是厕所里的花子，它的故事来临是日本的，但它故事内容不是很清楚啦，因为它是好像是被霸凌寻短记。可能大家不知道寻短记什么，也就是的意思。不懂他是不是给那个网红哎学到叫本登寻短记哎？嘘嘘嘘，真的我不要得罪那个他。但他的故事好像是霸凌啊，然后他好像是给采访解码语者什么，跟他 goodbye。哎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这版权啊啊啊！不要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来讲正经事，正经正经事。他应该是好像在学校霸凌就寻短记了，已经是。其实我很想进女厕，但是不是男生吗？是不是？男生版呢是叫做杨介，他好像被霸凌也是。寻短记了也是，那他挑战的方式耶，我先讲说明先，人数一个人一点，选学校，然后要选男厕或者是女厕，女孩子是进女厕，男孩子站进男厕啊啊，时间呢，12点或者3点，最好是半夜啦，道具就不需要了。那他做法是怎么样？首先你要去学校男厕或是女厕都可以，最好是有3间门啊，最重要。你就敲三下，你就问杨健你在吗？如果没有反应，你要去第二间再敲三下，再问杨健你在吗？如果再没有的话，再敲第三间，再重复这一样。如果他就讲在，就说不要回他，慢慢的走，然后30秒自己走回上计。第二件事，你开门，他一定会有怨恨的眼神看着你。好，那认真认真，这时候就会轻微要撞你样子，也不懂有什么事情发生啊。因为我今天比较特殊情况啊，我已经有人问我，哎，有个学校就是不能做都市传说，不是吗？而且很难进，你要批准啊。其实你们问得好，其实我来到了，打扮到路边上，这个时空交叉，那个人找暗战。因为我是真的是一个人走进这个地方，奉劝大家，请不要学都市传说啊，也不要模仿这些。这边有一个红色马的，跟他一般大的有关系，你就成为了新战友。这是算是小弟最后一次拍片了，如果万一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好了，黄金可是时间，我们抓紧时间吧，来吧。说我要是说好，杨健你在吗？没有。Next。杨健你在吗？我 next。杨健你在吗？有反应。啊，总算出来了，还是很大压力。我不敢开门了，如果就算有没有开的话，我是怕被跟。好了。影片太无聊了。如果你超级装饰、超级无敌装的话，记得按 like、share、赞。如果你是喜欢这样子的，记得按小铃铃，一键下方评论给我支持。放弃是更无辜，放手没有了。如果你没有跟我讲，我就跟他。如果他真的万一有你是你来找我，他还多少年 ？OK， 好了，你能不能信任他？吓我死！哎呀，我是有点怕饿了。等一下我就等着你了。